为了我那个的道士刚有一起来上你们干嘛都偷咖啡我不是你给我了哎呀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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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看守妹，看守妹，都走！哎呦爸，你真正是一点仔同情心拢无呢。原本是想讲来这讲一挂安慰你的话啦，叫你唔通哦，想怪烦恼小雨啦。啊，想知影小雨啊，那蓄意伤人啊，佫害人受到重伤哦，煞来往生去呢。哦，看起来这罪哦会判较足重的，你得做心理准备哦。哦，妈。我是真心来才关心的，你来搞怕啦！这个话你讲出嘴，你唔然无关心你家己爸爸，但你小弟为着要保护恁爸爸出代志啊，你也走来才看伊个笑话，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我若真正来才关心的啊！现在我落车的时阵，都看到一个人哦，愈来愈到这尔啊紧，袂输咧参加什么百米赛跑嘞，啊，落车落到跋跋倒，摔到这尔狼狈，哎，有影是哦，父爱真伟大。跟你这人讲话，无啥有趣的嘛！你这人讲脚步就好啊。对了对了，对付这款小人哦，就是要用这款方式的。拜托姐，好不？恁对我讲话较客气啊！万岁过无几工啊，黑市集团因为啊赔偿金拿不出来，煞来倒去。死狗啊，恁快给我顾家，阿妈替你顾好话啦。别来乒乓啊！我黑市不可能会干。好啦，咱莫甲伊讲遐尼济啊，干爹，我赶紧带你回去处理你的工事，而且咱该讨论一下，看是边仔叫小雨，咱来走啊。爸妈，你伫后悔当初是这样绝情，把我挂出去啦。就算你妹妹在死啊，你嘛无需要当旁道。怎样？把伊只鬼赶走，妈让伊找恁当的吧。妈，你伫后尾对我这人无情的啦！当然，拄只我调阅咱黑市外面的监视器，结果发现可疑的所在。你查着啥？这台车就责任的控制的人一开始就一直停在那家，一直到发生意外了后，救护车来，伊才得救护车当作走。安尼看起来，坐伫车顶的人应该是在监视规定的抗议活动的。那那些人真有可能就是规划抗议活动的人，伊唔才会踮伫遐看。我是讲，这个人是谁啊？后来我有用车牌去追查，结果发现，买这台车的人是陈东俊。我这个唔正经，伫平野停车场，敢这样写给我抢图？哼，无微博啊，这个讲是有。而且伊哪要我跳入去，甚至啊，嘛要甲小雨拖落去，要阮两个做伙分身吹过，这个业主，免即马直接甲来，等要死。哎呀，你妈的啦，无需要为着迄个业主去拍家己身体啦。是啊，而且咱即马手头嘛无啥物搁较确实的证据啊，安那问伊，伊无可能承认啦。阿侬妈妈冇胖啊，只要把陈东俊定好掉，一定有办法找到证据的。陈秋，咱行，我跟恁去。至少咱今摆有查出来，背后真正有人在动脚手，那安尼，
咱要让小雨交报出来的机会就更加大。陈东军这唔正经，爸母因无故意不去找，我看应该是江中人啦，伊在创工，伊是要利用杨香水这事件，找这机会直接甲阿鲁对。陈东军，我早就甲你讲过啊，安普罗医疗制造商的机械手臂真危险，你唔相信，偏偏搁去用到山寨版，即马出大事哦。配合作吼，因小失大。你即马是安那？我咧拍人了。你即马等超越面头前，甲代志讲清楚。阮海基集团外口伫遐抗议，不过尾也起冲突遐人，是毋是你朱叔陈东俊计找遐人去遐乱的？朱叔，你是袂使砍头去厝边去是毋？受害者。投资者，伊当然是替你算账啊！迄正常的代志，你即摆摊牌到我家来，真正是莫名其妙。阿伯，抗议起冲突，佮闹出人命，这是两回事呢。你敢知影即摆文瑶真有可能会去用判重罪？抗议佮出人命，迄嘛毋是我会当控制啊！无定着是因为文瑶哦出手受重啊，伊哦可能有暴力倾向。他你还未结婚哦，先知影伊的真面目，安尼嘛好啦。阿伯，你敢不知影你今麦在讲啥？当初是你甲阿公，甲我甲文瑶杀一堆的，今麦文瑶出代志啊！你竟然讲这的话，你是想要害文瑶去两去关？曹爷，你人还未嫁过去呢，规个心就挖过去当家，怪罪到。那后头出来，安尼敢合理？山寨师，敢是我叫陈良进买人，敢是我叫陈文瑶抬的啊？你拢怪我头壳顶来，安尼敢合理？我嘛是受害者，我嘛是苦主呢。陈良进啊，就是因为你乌白来，吼、哦，才害个未来成一挂投资人哦，拢撤资啊！那不是看超越混账，我嘛想要走去现场抗议啦！你讲过哦，你会负起所有赔偿的责任，包括这届退出的部分咯，你嘛要做伙赔啊！我是代表所有的受害者来开这个协调会啊，我就是受害者那边的总代表。陈中心，我嘛是受文轩的教授。顾文轩受伤，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好。这责任，我爱你负责到底。杨总裁，你过去跟我们干爹是有恩怨的，要唔过你今嘛煞来遮参加协调会，要做因的代表，安尼敢会公正？就是因为安尼，伊才会叫我来做公亲的啦。杨总裁哦，真客观。伊知影阮甲文瑶会做亲情，唔只会叫我来做公亲，哦，表示无偏私，一切拢照规矩来。无偏私，伊根本啊，规个拢偏往迄边去啊。伊做受害者的代表，安尼根本就是存心嘛，要甲我糟蹋到死。你慢慢遮尔着急，你慢慢先看遐受害者的意见。就来做结论啊！这是自救会的同意书，除了死者家属以外，还有投资人的情愿，包括杨总裁代表的安珀罗医疗制造商对陈中信代表的黑旗集团提出的要求。第一，杀人毙命，陈文瑶动手杀人的关系，死者的家属一定会告到底，绝对不好改。死者的家属拢唔到阮见面啊！你是安怎摕到同意书的？你是萨林环这边，因哪有可能甲你见面啊？而且伊拢还袂惊出失去亲人的痛苦，哪有心情听恁讲迄要替陈文瑶拖罪的代志？
也阁有啊，朋友讲你有找足侪管道，想要摕到病历资料，找出死亡的原因，甲志玲两个杀了伊本人，真正是照咱西草走，无怪啊，死者的家属肯甲你记。我知影，恁今仔日讲什么协调会，其实根本就是一场鸿门会。恁早就已经串通好势，要借这个机会甲压落底。等等的，恁别再激动啦。那份同意书我嘛看过啊，确实啦，内底有所有受害者签名。你的行为已经让所有的受害者无法度忍受啊！你阁有资格要求别人都来原谅你哦？若是你唔相信，当亲身确认，是毋是所有的人拢签名？我嘛有签名，陈良生，认错到遐尼困难，你只是后生阿娘的乖，加上爱负担损失的部分，啊，不过受害者的厝人，受人死去，这两边的损失根本就无法度比较，莫一直干两厝人命这条，打死死唔放。江中林根本就是你叫东俊挑工找人去制造混乱，这闹出人命，是你！你挑工挖窟来，让东俊跟吴瑶跳的。大平啊，你莫跟我误会啦，不是我叫人去乱的。陈东俊是你的后生啊，啊，陈忠信不爱插伊。我是因为带两过去，你甲我照顾的真分，才会聘请陈东俊去公司做代志的，完全哦是一片好心。你千万唔当因为我的好意哦，把垃圾水哦派我家来。你莫因为为何陈忠信哦就是非不分，啊你敢袂受超过？陈忠信啊，莫继续讲哦，你后生的命才是命，别人后生啊就死袂了。你收养万金玉，还有罗文轩，根本就不安好心，才会报应到陈文瑶身上。文瑶真正是衰啊！有你这款老爸，敢来会当哦，负责惊险啊！恁即马就是超过人手，要来搞阿罗的，所以就算过，你伤害就超越，你嘛不要紧。你政治是安怎讲的啊？你讲超越世刚配过文瑶，即摆搁提来做借口，你这个人哪这么无耻啊？卖甲伊加讲啊！陈忠信讲了无唔对，阮就是想要甲你压落底，而且唔是干阿要压落底哦，搁想要甲你压到扁扁扁，压到出界，啊！你是世人都无法度反省。香水，你这个不知见笑第三者，你的后生绝对是因为你破坏别人的家庭，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死的，你莫乱来我头壳顶。好，爸母做的孽，会害到子孙。即摆你感恩了吼，陈文瑶替你承担罪孽，你还阁有啥物好怨的？你的罪孽哦，但我过也百倍啦。我看你以后，你的子孙会死甲一拢无剩。陈文瑶只是互关起来，要唔过我后生已经来过身去啊！你想，我哪有可能着安尼准拄煞呢？我的仇还袂报煞，你着偷偷